家 ，OK， 要你不要惊讶先，冷静点。我不要。去年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然后我把我的房卡还有我的信用卡给了我22年的闺蜜，还有另外一位 business partner， 我让他们全权负责我家的 reno。啊，我真的不知道哦，这个是惊喜还是惊吓？Oh no！ 2010，今天是。今天是我要看我的 Reno 哎，到底是什么？这个不吉利吗？这个是我从4年前认识的工作伙伴，然后我现在帮他设计新家，就是带他出来找你。这个是车头岛，不是，这个是22年前我就认识你了，记得吗？那时候我们在中学的时候。现在很后悔哦，本来是很骄傲的，所以打算放哪里？放啊，你懂，很像。哈利马雅狗，啊，这位是啊，我 condo 的 management， 我 condo 的 management， 不是啦，这是俊伟，俊伟，我们找他来帮你设计你的家，就是你，对，好的，坦白讲，我4个月没有看到我的家了，你这个笑容有一点恐怖嘞，会不会？你等上去你就知道了，真的不用担心太多，我们把它全部都设计得很好。哎、hey, ，准备好吗？没关系，欢迎。OK， 我们现在不要跟你讲那么多，我们直接带你进去看好吗？准备好了？我不要，我不要。来来来来来，没关系，你新家。OK， 要你不要惊讶先，冷静点。我不要。你冷静一下，我们讲啊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smart home 来的 ，smart home， 对 ，smart home， 所以我会试着讲，也全自动，所以我们懂你很懒，每次没有关风扇、关电视、关灯，真的我不敢讲出去给人家听而已。OK，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啦，叫我帮你 ，OK， 帮你 ，OK， 给观众知道 ，OK， 我们就可以讲，Hey Google， I'm home， 没有东西，等一下，你的两。哦哇！上来了 ，OK。哦，厉害吗？对不对？厉害，对不对？所以我一回家就会，你一回来他就会这样，就很像你妈妈欢迎你回家这样子。哇！我还以为我一开门哦，我会讲这个什么烂，你给我设计的那么烂，走。没有嘞，我没有嘞，我 rehearsed 了4个月嘞，用不上。这边是 cabinet， 对，一个 cabinet 来的，然后它是有很多板，我们把它拆掉，然后再放一个 poster wall 给你啦。你懂你帮谁设计的吗？你懂吗？是的 ，superstar， 哇，这个是看你看了风水的这个，对。你去我家跟我妈妈拿这些东西，是，对，所以你全部的奖牌跟awards 啊，全部都放在这里啦。因为我知道之前我这个家是有看风水，然后风水师是有讲过。这边是财位，等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怕习惯。等一下还有更厉害的，还有更厉害的。先来这边吧，介绍一下这个沙发，猜多少钱？我坐一下，我才坐一下。OK， quality 的 ，quality 的，有 quality 的哈，有 quality 的，有 quality 的，6000块，6000块，对，你看还可以这样子嘞，6000块，对，你给我送麻痹，麻痹 ，OK， 2000OK 哦。那你要睡觉的话，就可以开起来这样子哦，不错了 ，OK 了，值得，因为我应该会花很多时间在这边构想，在沙发，在沙发，他最了解我了，对，我花很多时间在沙发，多过他的床，多过我的床，我很多时候我在我以前的家，我就是 half my day 就是在沙发度过的，是，除了沙发以外，你常常睡觉也看，不睡觉也看的就是电视，对，所以65寸的电视机大概也是要6500块 ，Prison，Sponsor 了。Sponsor 了 ，Thank you Prison， Thank you， 还有他的伤疤哦，还有他的伤疤，伤疤哦 ，OK， 都是 Sponsor 的，我们给你看一点 magic 啦 ，How this smart home can help you change your life and your habit， 所以我们 go by Hey Google， Movie Time， 哦，哇，所以你讲 Movie Time 的时候，那些 blind 就会下来，然后电视就会开，然后全部的灯就会帮你关掉。The last magic of 这整个 smart home in the living room 就是你 party time 啦。然后我们就讲 ，Hey Google， party time，
OK， 所以你看到后面都有 LED，、哦、所以 the magic, 后面有 LED 的 magic happens within 你的 Oriental design 那边，上面 ceiling 也是会有 LED light。我怕有点像 Geylang KTV。不用讲，就这样到没有。Fish tank 在哪里 ？Fish tank 在哪里？对，我只是 fish 啊。我去过，我去过 Geylang 有一间。不用了，不用再不讲了。Hello。然后来这里 ，dining table work table， 这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一块木板。这个那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讲了，放一点木的东西比较大块会比较漂亮，所以我们就特地去到一个 factory outlet 找到这片板，然后叫他做一点 resin 来 ，epoxy resin， 可以 OK， 很好，还有椅子，我很喜欢，对，OK， 然后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那个灯 smart light 来的啦，所以 Echo Door 很好，然后他就帮我们把整间加装了 smart light， 它也可以 dim。它也可以调它的 intensity， 所以这个对你来讲说很好。你要睡觉，你要看戏，你要做工写剧本。My house is smart, very smarter than you. Yeah, this is your hall of fame. Hall of fame 吗？讲清楚，不是 hall of shame 吗？ Hall of fame. Hall of fame. 哦，看得到你在哪里吗？所以你的舞台剧啦，你上过的演唱会啦，都在这里。而且男生啊，你最 proud 的一个 production。哎，我有出写真集，你看，$25一个写真集啊。啊，是吗？活动部啊，对， yeah. 你看演唱会 ，V V I P 350马币 ，OK， 几便宜一下。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 K L 做，然后这个是当然就是我的最爱，嗯，哦，我刚刚发现到一样东西，什么？我以前不是两个房间的吗？是啊，我们把它打通掉了，怎么可以建啊？对，以前有两个厕所，现在只有剩一间。为什么？可能你的厕所就在这里，你的后面。你的厕所啊。哦，很漂亮嘞。是这样，喜欢吗？所以这边的特别的，对，你一定是看到地上，这个是我们去苏比画找来的砖。然后我们特别为你选了一些 Peranakan tile looking and colorful， 有点古代的 feel 啦。而且不要忘记了，就是 toilet accessory 这些都是 Viva Mova 啊。Thank you。对，不只是 toilet bathroom accessory， 还有 kitchen accessory 都是。很傻嘞，你们真的是放这种东西。不要这样讲，我们找了跟你一模一样的 model。size 一样啊，跟你一样啊，对。你之前这边的是一个房间来的，然后很小的，我房间对很小，所以我们把这边的墙前面墙打掉，然后因为我们想说，哎呀，多一个房间多一个床也没有什么意思。然后之前我们去你宜春家的时候很假了，东西太多，多到床上床下都有这样多东西。New house, right, new me, OK。所以我们就跟俊伟商量 ，Absolute 商量，他就讲说 OK 啦，这样我们把这间打成做一个 walk-in wardrobe 这样子啦。白色哦，很容易肮脏他们讲说不用紧。Arova 有这个 laminate， 所以它是防 fingerprint、防的、防 oil、防火、防水、防什么啦？有多内多它都防啦。他讲的是真的吗？半假半真，半假半真 ，OK。什么是假，什么是真？多内多拿掉就真了啦。OK。还有这个啊，这些是 modular 的 storage 来的啦，你可以当做是椅子，当做是床，你可以 move around 的。哦。对，等你要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开起来，里面可以放东西。哦，里面还有什么？通常人家的房间、都是结婚照嘞，是为什么我的房间跟李国华？这是你最近的演唱会吗？然后有很多人的单吗？我们讲说帮你印一个大大张的，然后你跟国宏也是很 close 吗？就把它放在你房间啦。等到你有老婆，我们再把你老婆放上去。你慢等。King size bed 嘞，是。本来呢，这间是一个 common room， so Absolute 就把它打通了，这样你不会觉得很像很小。你知道我是那种很怕有那个 claustrophobic 的，对，所以压迫这个没有给我压迫感，所以两间打成一间，这个 idea 好，把很大胆啊，对，我爸爸会骂死我。我们跟他 care 了，我们跟他 care 了，我们 seek his approval 了，对，说他 OK， 可以了。Anyway， 我爸爸很凶。所以这不只是一个 smart home。Smart living room， 它也是有一个 smart bedroom， 所以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躺下来，你很累，你不要去关灯，对吗？你就讲 ，Hey Google， Good night， 啊，看右边，他们真的很知道我的习惯，我是看电视机睡觉的，对，所以我要讲 Good night， 它会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说 ，Hey Google，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What time already? Now then you wake up. 啊，我妈的，太阳晒到屁股了，
这样子的吗？哦，来有来有，自己起来。哦。喂，拍奥斯卡的声，奥斯卡的音乐。很夸张的你们，还放奥斯卡的音乐。有 inspiration to 冲劲。2023 Best Actor Award goes to Jasper Lai。这个是个 power track from Line A， 你可以 customize 它的那个长度，而且你可以换颜色，你也可以换有多少个这个 power socket， 还有看你电视下面的那个Line A， 那个就比较长，对，所以这个可以至少装20粒吧。所以你以前就是在家里一个 power extension 插3个 socket， 3个 socket 上面再插多一个 extension， 再插到3个 socket。对。然后它的 power bank 还没有 charge。对，还没有 charge。每次灭我们。给你 power bank 吗？ power bank 吗？有 wire 吗？有 power bank 吗？哇，不行哎。但是。来看一下，哇，你的财库。Used to be your toilet。这个房间是以前是你的厕所，然后就因为我风水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房间改成一个 dressing room， 然后它的颜色啊，到处都是配 with modern lux 的，所以你在这边化妆的时候啊，要去工作的时候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哦。啊，还有这个，对，哇啦！哇下一个地点就是你的 kitchen。哇！美咧，有那种雕的感觉咧。对，这个是mover 的 induction 跟 wood， 所以它也是smart home 的。所以这个 induction hob 呢，当那个锅烧到最底的时候，它会 automatic off。然后你去到外面你拍戏的时候，那你问哎呀惨，我的汤没有关，你就可以用你的 app 哦，然后就把它关掉。放这？没有啦，就这样带过来的。OK。OK， 是这样啊。还没有没有没有，还有那个 sink 是黄色的哦 ，by Viva Nova。所以你看啊，它是很方便的，因为如果你要洗那个 sink 的时候，你不能吗？所以你可以这样拉出来，洗每一个 corner， 洗到干干净净，然后再放回去。真的很方便，所以很感谢感谢感谢 ，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 so much。以后帮我洗多一点东西。啊、哇！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所以之前这些flooring 都是没有的啦，所以来到最后一个 part，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your house。地上是 Evo Rich 的，很漂亮的 vinyl。因为我知道我之前是 marble 嘞，是，marble 很贵的嘞，是。连做 vinyl 有什么好处？它防火、防烧、防水、防滑、防 earthquake， 什么都防啦。不吓死了。因为狗会来，它会尿尿，对，它会尿尿，它会刮地板，所以它不会陷下去，不会陷下去，它不会浮起来，它不会有 bubble， 它不会裂开，真的吗？真的，会的话找 Evo Rich。除了地上以外 ，from Evo Rich right， 我们还找了我们 props 的一个好朋友 Brian，然后我们做了这个 neon signage， 最重要四个字送给你，开心就好。OK， thank you，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OK。所以我的家不大不小，这样就刚刚好。其实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 ID 呢，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去设计每一个细节。10分，我打1分。没有啦，多1分，我打11分。而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间家。然后我真的希望会有很多好朋友来，有空多来我家坐坐。Hing on what 啊！谢谢。这一次呢，真的要非常感谢 Absolute 帮我设计那么漂亮的家。当然也要谢谢 Niva Nuva、Arova， 还有Nippon Pin。Box Soon Be Hot， 当然还有 Average 啊，这整个地教我脚踏实地的做人，还有我漂亮的 Venetian Blind 多亚，最重要就是我 Smart Home Mover， 还有 Ecuador 我的 Smart Life， 我的 Sound Bar 还有电视机 Prism， 谢谢 Prism， 当然还有我的风水师 Master Suli， 谢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会好好的继续努力做好每一支影片，让大家开心，感谢你们 ，Thank you。